茶。第四天是一尊地位崇高的神主，总是保护各属善之人，亦保护信徒的幸福免于灾难。各位可以去拜访第四天祝福。暹罗传习是一个记载着暹罗慧根传习之神。暹罗传习主要分成三大主题书，第一是暹罗慧根传习书，第二是泰国文明书，第三是九世国王农业书。刚刚我们上车的起点站就是在暹罗辉煌传习区，在须以那达那歌星书席会仿照风格背景。那达那歌星书席的建筑风格受到西方国家的影响，建筑的特殊是半木半水泥的。好，来中队了，中队了，来下车。在各位的前面就是金色佛塔，和旁边是佛之圣殿。这两个建筑是从大乘喀斯山地塔和寺的风格来建，但只把喀斯山地塔的其中一塔来在暹罗传习。各位左边的是水上餐厅与河边餐馆，集结自泰国泥地的名店美食，让各位享受河边的美丽风景和享受美食的味道。国王农业区，这区分成两个小区，就是国家的荣耀和斑马站，可以为附近地区提供绿洲，表现出对暹国王忠诚与敬爱。第三个项目是基于新流入的农业区，或分成30、30、30农祖母，它是海龙门后，可以讲述一下如愿就实现，五轮是虎彩事业、挂爱情等。是暹罗水上餐馆。暹罗水上餐馆提供的美食是泰式自助餐。这是一个很新的景点，园区里面还没有太多的人，不过风景还蛮好拍的。它会逐渐的开放设施，因为已经好像听说烧五亿了。
这水有点像水彩一样。Come on.